TVB 花旦佘诗曼身穿低胸露肩短裙，与师弟李耀祥出席美容院开幕，很有慷慨露出事业线。活动前一天，刚刚度过了自己39岁生日的阿佘表示，今年生日不用工作，特别开心，因为有足够的时间与家人朋友庆祝。昨日就与曾志伟、周家伟、汤盈盈等8位好友庆祝。他更表示，早前到了苏梅岛旅行，说要看看世界杯，为自己增值。问到39岁还不结婚，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，阿佘就笑言自己的灿烂人生才刚开始，认为年龄远没有身体健康重要。随缘吧，我觉得应该快来了吧，快到了吧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啊。另外，对于早前有传他与林峰一起拍摄电视剧《使徒行者》时秘密搭上的传闻，佘诗曼就跟林峰一样表示否认。没有，没有，我跟林峰是好朋友、好兄弟来的。他们两个是非常好，还有，其实工作是工作，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，所以没什么尴尬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很愉快。